这是金艺林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德国亚珍，2006年8月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一，第40首是《子夜四时歌》夏歌，作者李白。镜湖三百里，菡萏发荷花。五月西施采，人看恶若耶。回舟不待月，归去月王家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